好，小朋友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复习单字，我们要复习整册。好，我们这个学习整册的单字哦。好，那我们先从你们最熟悉的 Unit Four 开始。好，请看这个白板呢，老师这样子排，对吗？这个图片跟课本的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应该都认得出来图片的意思。哦，好像跟下面的单字好像没有对应，对不对？来哦，那我们来改错哦。来，第一个从这边开始好了。这个是哪一个？是 a cook 吗？不是，那是哪一个？A nurse, a nurse. 好，那这个嘞？哦，这个才是 a cook, a cook. C, cook, cook, K 也是 k, cook. 那这个呢？哦，就是这个，a doctor，滴滴滴的的的，a doctor。好，那这个是这个吗？不是，好，刚好就是这两个调换。这个是 a teacher，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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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acher。那这个是。A student, student. 好，那请问课本还有讲到一个职业，这边没有出现呢？哪一个？你有想到有哪一个这边的卡片没出现的职业？噔，A farmer，对不对？老师没有这卡片用画的。A farmer, a farmer。老师画得很丑，不要笑我哈。好，再来，Unit Three。来，Unit Three 是讲那个家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教了六个，哈，六个，对不对？哈，关于家人的。好，那现在呢？我们呢找图片，好，让你来看哦，是要对应到哪一个单字？哈，家人，哈，好，第一个，这个，看起来头发都灰灰的，grandfather，right，grandfather。好，这个，grandmother，好，这位，这也是跟课本不一样的图片哈，可是你应该认得哈。那这样好了，跟他做比较嘞，father。这个，brother，好，这两个，mother，sister，好，那小朋友你有发现吗？哈，你看哦，grandfather 跟这个 father 差别在哪里？就是前面有加这个 grand，grandfather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多前面这个 grandfather 哈，好，那这个grandmother 也是啊，前面加个 grandmother 跟这个、哈，多一个 grand 跟这个 mother 比较是这样。好，来再一次，father f father mother mother g grandfather。Grandmother，
好 ，brother, brother, sister, sister， 好，小朋友，那请你再观察这些单字有几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一样的单字？看单字，有没有发现全部都是一二在尾巴？哎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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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？后面两个字母都是一二，因为念都是耳，最后都要卷舌头。耳 ，father 要卷舌头 ，mother 要卷舌头，哦，所以都是有一二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好，哈、哦。那还有哪里一样？啊，有人说老师这里有 th， 这里有 th， 这里有 th，father mother brother th。舌头伸出来，哈 ，the， 哈，这个之前老师有，在教室有讲过 ，th， 舌头要伸出来，然后被你的上下排的牙齿轻轻的夹一下，哈 ，the， 哈 ，the，all right， 好，所以你要记单字的话呢，你可以去观察，他们其实有一些哈、哦，好像一样的地方。好，再来。那这个 father 呢，又可以说哪一个一样意思的单字？老师说比较好像比较生活化、亲昵的称呼 ，dad， 对不对 ？dad， 这单字又更简单。mother 呢 ，mom， 好 ，mom 很好记。好，那 grandfather 可以说 grandpa。P-A, P-A-P-A. 好，那这个 grandmother 呢，又可以说 grandma, ma, ma, a, ma, grandma. 好，这几个也顺便记一下。其实这四个呢更简单，好，念起来更简单，就是比较亲昵的哈，好像日常生活中其实比较常讲这几个。